光线，付出生无限，河流水的声绵远，海风阵阵寒，一只小鸟吹无断。谢谢玉君，哇，好有气质啊！真的，你觉得我们玉君跟我比怎么样？我一开始只有看你，但是听完玉君在唱歌啊，我会觉得，我真的不会再考虑了，就一定是玉君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我们直接这个笑话，我们还要讲多久？没有，这不是笑话，这是非常真实的感受。对你说的每一句话，都会成为呈堂证供。我们有请詹雅文老师讲评。玉君。老师，恭喜你啊，发片了，谢谢老师，专辑大卖。然后呢，胆子不小也不出意料啊，反正你就是唱得很好，然后你就是气质满分，你的气质走到哪里就是那个气质满分，就会让人家有那种粉红泡泡的感觉，不像我们的芭比，她是壮壮的感觉。她出来我就觉得我的气质少她一点。不止一点，是一百点哦！真的，我觉得真的很棒，真的玉君很棒。那两位都很棒了，就看其他老师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